来说明没有什么事情能永久掌握而不会改变的。接下来请收看佛教行善功德。海神取水欲菊，而问之曰：菊中水多，海水多耶？贤者答曰：菊中水多，非海水也。海神重问：如经所说，未至成部。贤者答曰：此言真谛，不虚妄也，何以明之？海水虽多，必有枯竭。竭欲尽时，两日并出，泉源池流，溪皆汉河。三日出时，诸小河水溪皆枯干。四日出时，诸大江海溪皆枯竭。五日出时，大海稍减。六日出时，三分减二。七日出时，海水都尽，须弥崩坏，下至金刚地际皆悉交然。若复有人能以信心以衣举水供养于佛，或用师僧，或奉父母，或盖贫穷，给予禽兽，此之功德，历劫不尽。以此言之，知海为少，举水为多。佛告阿难：尔时贫人持一瓶水，不识僧者，今此今天夫妇事业，由其前世持此一金钱及一瓶水，并此明镜，施众僧故，世事端正，身体净色，容仪晃喻殊妙无比。九十一劫恒常如是，由于尔时有幸禁锢，得离生死，逮得应真。阿难当知，一切福德不可不作，如彼贫人以少施故，乃获如是无量福报。若复有人以净信心
持一举水供养于佛，或施众生，或奉父母，或乞丐者，乃至禽畜之类，此之少善正因功能，今于成劫不能穷尽。诸恶鬼插手，白佛言：从来饥渴，佛天中天，慈悯一切众生，今赐恶鬼小饮食。佛与阿难：捉钵取水，用不施恶鬼。阿难便捉钵取水，与恶鬼。恶鬼白佛言：今此一钵水，不饱一人，况乃八万四千。佛与诸恶鬼：八万四千捉此钵水，至心不施佛及诸弟子。诸八万四千恶鬼捉此钵水，常会不施，以我先世不补施，今生恶鬼中，如今无所有，持此钵水，不施佛及诸弟子，使诸恶鬼缘此功德，远离三恶道后，所生得失如佛无异。尔时，王舍城频婆娑罗王为佛造作浮屠僧房，有一长者意欲为佛做好房屋，不能得地，便于如来惊醒之处造一讲堂，堂开四门，后时命中生于天上，成天宫殿来供养佛，佛未说法，得须陀洹。比丘问言：今此天子以何业缘得生天宫？佛言：本在人中造佛讲堂，有始善因，命中升天，来至我所，感恩供养，从闻说法，获须陀洹。尔时，舍卫国有一古客远行商贾，生死不还，母养妻子，其子长大，父欲远去，祖母远，如父远去，生死不还，如莫远去，当于近处，在世作祀，即奉其敕，便于世中坐于孤寺，而作念言：此诚人名，悉皆请佛，我今心造舍意，亦当请于如来，便往请佛。佛来致意，
而白佛言：我以此舍供养如来，自今以后入尘之时，洗手洗钵，恒向我舍，其后命中变身天上，来至佛所，佛会说法，得须陀洹。比丘问言：此天喜日以何业缘得生天上？佛言：本为人时，心作死舍，请佛着中，成此善业，今生于天，又于我所，闻法获报。沃人造僧方，欢喜而用施，感宫殿庄严，五欲皆具足。施屋得舍宅，宫殿极严厉，宝藏悉盈满，众聚随所欲。布施屋室陈，意欲诸美味，为神在所知，虚设随起飞。施与屋舍者，后世所指安，公馆诸所居，世事言具足。若以田地施，得花果流泉。若施以良田，得仓库盈溢。如比比丘者，个个随所欲，花果及清泉，爱与善安慰。若以园林施，常获圣妙果，一切所因应，心安无热闹，众人所爱乐，眷属悉具足。无怒人爱见，一切所辉耀，后生高长子，其师元素者。造册除众秽，后无变理患，身心常清净，见者莫不欢。原是离诸垢，究竟获大安。施屋舍者，离诸恐怖，得安隐乐。若复有人于如来塔以衣布施，
或十二种殊妙功德。何等十二？一、身体雍直；二、见者欢喜；三、福相光润；四、色相微妙；五、色形无比；六、身无尘垢；七、衣服纤洁；八、卧具细软；九、得大自在；十、命中升天；十一、见解爱敬；十二、速证圆寂。如是功德，施佛衣服或如是报。若有众生奉施衣服，得十种功德：一者，面目端严；二者，肌肤细化；三者，尘垢不着；四者，身遍具足上妙衣服；五者，微妙卧具覆盖其身；六者，具惭愧服；七者，见者爱敬；八者，具大财宝；九者，命中升天；十者，速证涅槃。是名奉施衣服得十种功德。若人以衣施，彼得生爱乐；或色相端严，具惭愧衣服。好施衣被者，施惭好容色，心善人乐见，快乐得所欲。习以好衣服，施与有德者，后世常好雅，光润色若金。施衣得惭愧，神仪高圣尊，人相悉具足，读者莫不欣，其身常安隐，心事很喜欢。与衣裳者，得好妙色，世间敬爱。若富有人布施鞋履供养僧佛，功德有十，云何十种？一、威仪示范；二、相马无缺；三、行道有见；四、身无疲乏；五、足步无损；六、离荆棘沙砾；七、获神足通；八、仆从众多；九、升天自在；十、速证圆寂。如是功德，鞋履布施佛比丘等，或如是报。
卧施于鞋履，供养佛僧等，游行得安乐，常获车骑乘。若有众生奉施靴履，得十种功德，一者具足妙称，二者足下安平，三者足肤柔软，四者远涉清见，五者身无疲疾，六者所行之处不为荆棘瓦砾损坏其足，七者得神通力，八者具诸吉时，九者命中升天，十者速证涅槃。是名奉施靴履得十种功德。若复有人以钵器食物施佛给僧，功德有十，云何十种？一、形色光润；二、器物具足随意受用；三、离诸饥渴；四、珍宝丰足；五、远离恶趣；六、人天欢喜；七、福相圆满；八、尊贵自在；九、恒生诸天；十、速证圆寂。如是功德，不施器物，或如斯报。若有众生身施器皿，得十种功德。一者处世如器，二者得善法精泽，三者离诸可爱，四者若可思水，流泉涌出，五者终不生于恶鬼道中，六者得天妙器，七者远离恶友，八者具大福报，九者命中升天，十者速证涅槃。是名奉施器皿得十种功德。若有众生奉施饮食，得十种功德：一者得命，二者得色，三者得力，四者获得安无碍变，五者得无所谓，六者无诸懈怠，为众敬仰；七者众人爱乐；八者具大福报；九者命中升天；十者速证涅槃。是名奉施饮食得十种功德。恒时行施时，尽性具惭愧，得富贵端圆，
广饶资处等，若失田宅等，急躁生且难，令彼心欢喜，于自彼身中，一切随所欲。好施饭食者，后生得命色，有力便答复，无病常安隐。不道不贪嗔，守分而安住，每位施圣贤，彼得生人事，寿命俱色利，吉祥而无病。若施傍类时，长寿多色利。若复有人施佛创作，或十种功德，何等为十？一、德业尊重；二、世间称赞；三、知解多利；四、名称远闻；五、德美歌颂；六、安和事乐；七、或转轮往坐，仆从众多；八、见者欢喜；九、升天自在，福相具足；十、速证缘寂，如是功德，施佛创作获施圣报。若施卧具等，当感生安乐。施安坐，受报眷属常爱。护持台湾救狗协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，划拨账号500016766，500016766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001198660，012001198660，以认养代替购买，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举办清明祭祖报恩法会，共修地藏经，恭请常住法师领众，日期4月1日至4月2日，每日下午2点，法会地点南投分会，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254号至86之4，洽询电话南投分会0492561311，草屯分会0492315999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